赖清德在接见我们的中华队员的时候呢，这个出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例如说把陈杰宪叫成陈杰凯，把这个邱志成呢叫成邱志伟，那这两个球员偏偏都是统一师的，那奇怪了，就是说啊，你不是统一的铁杆球迷吗？你连名字都叫错，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另外呢，还漏了富邦哦。那为什么漏了富邦？人说，哎，你是不是因为人家主视觉是蓝白，所以不想叫啊？所以这是一个笑谈啊，哦，只是说，就是老师你怎么看了，啊？就是说这阵子说真的，蹭好蹭满这个棒球的声量，应该说我们非我们赖总统莫属了。当然我知道他是喜欢棒球没错了，但是看起来他似乎。其实有一段时间没什么看的感觉，不，我觉得这个还是帮他讲讲话好，因为老实说，现在中职哦，这个新选手真的很多。如果不是说在每天盯着看的话，老实说，有些选手名字还真的没办法想出来了。嗯，那我是觉得，让我觉得选手名字念错，当然对选手不好意思。可是我觉得最扯的事情是他去指导人家怎么打球。哎，说得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不过陈杰凯跟我说，虽然没有拿到全国冠军，但是拿到世界冠军。希望你哈，能够像王建民一样，在美国大联盟站稳脚步。但有一点，不要跟他学习，不要受伤，不要受伤。你的挥棒的角度能够稍微平一点。你一定是常打的好手，就我话一讲完你就打全垒打。谢谢，谢谢大家。总统，不好意思，我打岔一下，刚刚感谢了非常多球队的球员，我们好像漏了一队富邦悍将。哦，富邦悍将。对对对对。对。不过，超尬，还在那边看手稿。我哦，富邦还找不到，还麻烦，哎，怎么没有？不，因为。老实说，一国的元首确实有他的影响力在。对，这个赖总统讲错球员名字，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啊，哦嗯。今年年初，在美国拜登总统最后一次进行国情咨文的时候，当时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非法移民啊，去这个等于说去杀死了一位在乔治亚州的一个大学生。对，好，就。那个时候大家要选举嘛，大家就拿着议题吵，所以有一个川粉的众议员呢就在下面举手，对，就是说 say her name，嗯，say her name， 叫你讲出他的名字啦，嗯，所以在美国即便是国情咨文，总统其实是可以 回答的，不像我们现在规定的都是违宪哈。他就讲，他叫 Riley， 他其实那个女孩子叫做这个叫 Riley Lincoln、嗯，可是他念错，他把他的 last name 念成 Lincoln。嗯哼哼哼，他讲出来了，就没想到大家都去漏搜这个 Lincoln 是谁，就一找到是一个高中的美式足球教练，然后呢他的新媒体被灌爆，大家都在上面写这个 RIP 这样子，愿他这个安息。傻眼。所以这个确实是会有影响力的啦。那我是觉得赖总统，我们知道他其实很关心棒球，看得出来，而且是统一师的这个球迷，他还当过台南市长，但是让我想到就是我是觉得像大联盟拿冠军的球队都会到美国白宫去嘛，嗯，像川普会请他们吃大麦克，对，那奥巴马我们知道他是篮球底，但他其实棒球他运动细胞不错，所以我看他那个棒球投球开球都还不错啦，嗯，哼哼，那人家也没有这样去点评选手的这个因为好歹是中华队哦，那这世界冠军你来教，对对对，这样全球冠军， 我是觉得当然他是好意啦，但是有些话其实不用讲，尤其是王建民，我们从以前就一直很关注他，那真的是台湾之光，嗯，尤其是他在2005年之后上大联盟之后，其实全台湾的不管球迷的心，还有我记得当时股票都跟着他有没有渗透一起在波动嘛。那当然很遗憾，就是他最后受伤，可是我觉得这东西当时夸张到连早餐店阿姨都叫得出他的那些王建民打线，啊，早餐店打线，对对，早餐店打线，所以我是觉得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都很开心这件事，但是我觉得国家元首其实有些话放在心里头就好了，嗯，对，要不然造成影响怎么办，大家以后都叫不叫陈杰宪，叫他陈杰凯。我是觉得比较好玩的是说你要蹭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至少戏把演好嘛，嗯，对，队长名字都叫错，这就有点太夸张，因为胜利的那一天晚上陈杰宪的搜索量是100万则，哇，对，
所以你说邱志伟，对，因为他们党内有邱志伟，我知道，他把邱志成叫邱志伟，好吧，那也许，但是就当然这教授都是小事，可是很尬，尤其你把 MVP 兼队长，然后兼前应该说这几天台湾最红的男人给叫错。这件事本身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好吧，你哪打算，就算你要蹭，那你也认真一点嘛。我觉得最近赖清德就是有点不知道，就是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我觉得还有一个让我觉得比较傻眼的，就是他们是台湾英雄嘛，中华队冠军嘛，就这个是林家正吧，他被点评了嘛。可是我是看那个影片，是林家正是站起来拉正站好，听赖总统给他点评。对，他是站起来，所有人都坐着的。我是觉得其实到大可不必了，到大可不必了，应该用更多更轻松的方式来跟球员们能够互动嘛。毕竟他们是在第一线打球的选手，对，应该受到更高的尊重。 对，今天其实是你欢迎他来了，当然我觉得就应该主客之间，我觉得中间还是可以拿捏一点。对，然后另外讲到这个讲王建民这件事，你知道大家当下捏了一把冷汗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该不会想要刁王建民的大树事件吧？其实说真的，他顿了一下，我觉得很傻眼。然后王建民点点点啊，那什么话都没讲。不过这也符合王建民的特质的，他大概是不会去发挥这，只是大家会批为什么？就是说你讲这个，那难道王建民是故意要受伤的吗？我总觉得这不是一个，就是你开完，我觉得这个稿子啦，看得出来外星的很不熟啊，因为你看了、他那翻。啊哦，富邦哦哦，哎，稿子没有富邦，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这件事假设啦，我们先不要批赖清德会不会名字写错，漏了富邦，王建民的梗，哦，除了棒子举皮一点，就觉得他自己脱稿演出之外，其他的会不会是幕僚？如果是这样，就很严重了。不过我觉得，这稿子我猜应该是幕僚给他的，对，因为他那么忙哦。但是我觉得他对棒球应该是有他的这个基本的这些了解。老实说，我是觉得就是话就少说一点就好了，真的话就少说一点。那今天其实主角还是台湾英雄，是中华队的选手，对，以他们为主。今天不是找他们去停训的，对不对？你今天是。他们才刚搭飞机回来，其实蛮累的。那你今天要他们去那个时间去，他们不能不去。对的，我觉得游行，然后能够总统给予表彰，然后给予一个国光奖金，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其他话其实就不要讲太多了。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五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护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